是佩晨，欢迎收看《小宝贝大世界》。阿妈说，她年轻的时候有跟我一样乌黑黑的一头长发，只是现在老了，头发就容易变少。为什么头发会自己掉下来呢？头发的生长与我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有关。身体好的人，头发长得快又多；身体不好的人，头发就会长得比较慢，发质也不好。年轻的时候，头发长得多又快，上了年纪，头发就会渐渐的稀少。头发的生长周期大约为24年更换一次，在正常的情况下脱落，会在同一个地方再长出新发。如果头皮的组织坏掉了，那这个受损的地方就再也长不出新发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头皮，才会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头发。小宝贝，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